我在外边辛辛苦苦的替你跑东跑拍杂志，你倒好，在家气定神闲的享受生活，你还有心思洗澡。 算你有良心，知道闭眼睛。我没穿。你穿没穿？那东西穿着不舒服，必须得穿。这穿有必要吗？没什么区别。你还摸？还没我的大呢。 你过来，这边都是我的内衣，你挑一件穿上。女孩的内衣不都应该是成套的吗？你也太不了解女孩了吧！你看这件怎么样？要不要我教你怎么穿？不用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必须得穿内衣。你得好好的整理好，放在里边。 哥哥，你能不能替我着想一下？咱们也算是互换过身体了，以后咱们就是姐妹了。谁是你的姐妹？衣服一模的总行了吧？我对你真的就只有一个要求，一定要穿内衣。你如果不穿内衣的话，我就用你的身体到外边去裸奔。到时候你要是上热搜了，可别怪我。 知道了，林江，别谈工作了，出来吃点水果吧。哦，等会儿，马上来。你说之后可怎么办啊？想办法停工吧。怎么停啊？装病。能行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怎么生病。 那要是行不通的话，我继续去给你跑通告，你也得去给我上班。先加上微信吧，随时联系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